这是什么？我让文丽编写了我们相遇的经过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我们得统一口径才行。文特助还真是全能啊！活动时间到，夏琳往活动现场赶去。 从此，两人结下不解之缘。这也太老套了吧！那跟我们的真实经历相比呢？我们的真实经历至少没有违反物理规律啊，还抱着转两圈，以为是在跳华尔兹啊！而且那个姿势亲上去，门牙都会被磕掉了吧？那你觉得要怎么亲？ 至少应该……我们干嘛研究这个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种事情呢，就是说多错多，还不如说，我们就是在活动现场认识的，你呢，被我的美貌所吸引，对我一见钟情，念念不忘，然后死缠烂打，而我呢，也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 还有，我要提醒你一点，虽然我们之间是契约关系，但是，我希望你在这段时间内，我们对对方要保有最基础的忠诚，我的灵夫人。自己来就行了，真的，我自己可以的。 好了。那个，我还要帮你做点什么？洗菜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洗菜。 手指了，流血了！你张嘴，你把嘴张开啊！伸进去，先消消毒。我去跟你拿创可贴，你等我啊。